向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辟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慈诸菩萨亦复如是。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前面所讲的是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化身实现，因此他们的智慧德能都是无有穷尽，虽然是大菩萨示现，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效仿，这样啊也必定得到诸佛护念。虽然这是初发心，初发心呢发这样的心实在是很不容易，正如同世尊在经里面跟我们说的，这是无量劫来善根福德在这个时候成熟，所以才遇到这样殊胜的因缘，能发真心切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定也得诸佛如来的护念。这底下八句都是讲的智德妙智成形，这诸佛刹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诸佛并没有说哪些佛刹你不能到那里去化身实现，没有啊，既没有那就说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佛刹通通都有份啊，真的是古人讲的一生一切成，跟其他佛陀不一样。譬如我们讲弥勒净土生斗率天，生到弥勒净土就没有这么方便，想到其他佛刹不容易，很难离开斗率呀，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十方诸佛世界，任凭你去游览、观光、参学，啊，这个显示他无比的殊胜，皆能实现。当然，得佛力加持，本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这个本愿威神的加持，这是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我们能够联想到，也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为什么呢？弥陀经上我们念到的六方诸佛，无量寿经上虽然没有细说，但是也讲了十方诸佛，这就是说明一切诸佛了都会加持我。皆能示现呢，是随类化身啊。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凡夫啊，一品烦恼也没断呢，待业去的呀。可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智慧、神通、能力就跟观世音菩萨差不多，观音是等觉菩萨了，就跟他差不多。你看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个个人都有这个本事，都能以三十二应的这个参访诸佛刹土，这种便宜到哪里能找得到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除这个法门之外，再也找不到。昨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这一段还没有完呢。八相成道啊，就是随类化身三十二应身里头举一个例子。这下面呢是比喻，譬如善幻思，这个善幻思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魔术思，变魔术的，变魔术的。那一边到十方世界去应化参学，就像那个变魔术师那么容易，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去变化。现众异象，众是众多这是不一样的这个身份形状不一样，这从四相上说的。虽然如是的示现，我们会担心呐，这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会不会退转呢？的确，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桩事情，就怕的是退转。这一点呢，我们很可以放心，有阿弥陀佛加持我们，使我们呢永远不会退转。就如同在极乐世界一样，圆证三不退也。这是佛力加持。什么个道理呢？这底下说了，于彼相中实无可得。佛是以这个真实的势力加持
这一些菩萨们，使这些菩萨们在诸佛刹土里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在《金刚经》里面为我们说的，《圆觉经》上说得更好，知幻即觉啊！我们知道这一切法了，是幻化的，这个就觉了，这就不迷，不迷就不退转了。退转呢是迷了才会退呀，觉悟的人不会退转。所以这个里面有理有思。此诸菩萨亦复如是，这些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参与法会的这些菩萨们，都是圆满具足全十二智就跟此地所说的完全一样。再看下面这段经文，通诸法心，达众生相。佛教化众生，我们常听到讲经说法，这所讲的一定要契机契理，通诸法性呢，这就契理，绝对不会讲错。这一句是在讲，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啊。通是通达无碍啊，达是到达了，决定没有障碍了。第二句是契机，对于一切众生的根性也明了，也通达啊，大众生相。因此教化众生契机切理，能令一切众生个个都得真实的利益。下面把教学的方式略略的给我们指示。第一个，供养诸佛，这是从根本修啊。前面跟诸位说过，我们学佛要从三福下手，要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做起啊。你看菩萨教给我们供养诸佛了啊，这个就是孝敬啊。佛菩萨不仅是说，他做给我们看。世尊，佛家成佛之后，
当机缘成熟的时候，他老人家特别上身到立天为母亲说法，去度他母亲尽孝啊。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佛出生的时候，摩耶夫人这个生了佛陀之后啊，就上身忉利天。我们世俗的人来看呢，释迦牟尼佛命不好啊，你看生下来母亲就死了，这是我们世俗人是看的，说的他的母亲功德太大了，哎，要到忉利天去享福去了。所以他是姨母抚养长大的，他的生母在忉利天，他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说的什么法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大家常常读过的地藏经是在忉利天讲的，为他母亲说的孝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非常重要啊。可见的佛做榜样跟我们看，开导群生这一句话就是言教，为大众讲经说法，为大众讲经说法，假如所讲的自己做不到，不能叫人信服，人家怎么会相信呢？一定要自己真正做到了，然后才说出来，大家就能信，能接受，而且欢喜信受。这个就是言教一定以身教做基础啊，先有身行啊，然后才有言教啊，这个顺序不能颠倒的啊。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啊，佛在世间应化，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其实释迦牟尼佛时时在世间啊，这世间人不认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唐朝时候，隋末唐初，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世尊在3000年前在印度示现，是32相80种好啊。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机缘成熟，应以佛身得度吗，他就现佛身。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中国人呢应以祖师的身份得度，他就现祖师的身份出现了。你看这不就是32应吗？那么这是我们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这多了，身份没有露的太多了啊，身份破露的并不多。这都是证明啊，化现其身。
又如电光啊，这就是比喻，电光就是闪电啊，这几天下雨我们都看到闪电啊，这个闪电呢有用，它有作用，它不住啊，一刹那就没有了，它不住，比喻这个意思。不住啊，比如说不着相啊，度化一切众生，不执着度化众生的相，他就自在了。我们凡夫之所以不自在，就是着相啊，这个很苦啊，啊，执着啊。那么电光呢？第一个，它快速啊，一刹那就没有了，快速。第二，它很明亮，明亮就是破暗的意思啊。第三个呢，它不住。第四个意思，它没有分别。这个就是比喻佛菩萨在世间示现呢，也是这个意思。它是众生根基熟了，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根基成熟了，这是有感，自自然然他就有应，他就来应。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如果我们想佛菩萨多多地来到新加坡常住弘法利僧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有感才行，这感受真诚的心，我们要学佛，我们想学佛，那佛菩萨自然来了。如果大家口是心非，口里的说学佛，心里头都还搞贪嗔痴慢，那佛菩萨不来。真诚的心呢，想学佛了，佛菩萨会来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佛菩萨一定会来，所以完全凭我们的感应，我们没有感他不会来啊。感应呢，这个样子呢，像我们这个敲这个大磬，磬摆在这里面，你敲它才会响，你不敲它不响啊。它敲是感呢，它响是应呢、我们敲的重，它响的声音大啊，响的声音长，就是这么个道理。佛菩萨心地清净，一念不生，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列魔见网，截住缠缚，这个两句要说一说啊，这是比喻。裂了，也就是把它消除的意思。魔见，见是见解，一切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带给我们无量无边的苦难，这叫魔见。网是比喻多啊，比喻多，比喻它复杂啊。我们这个错误的思想见解确实非常多，非常复杂，唯有佛菩萨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啊远离这些错误的见解思想，这叫魔见网，截住缠缚。缠缚是烦恼，缠是缠绕啊，缚是绳索捆绑起来，那自由就失掉了。那么这是比喻。
在佛经里面给我们讲呢，八禅三福，总而言之都是烦恼啊。这八禅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在佛学词典啊、教程法术里面都有啊。这个地方呢略略地说一说。第一个无惭，第二个是无愧。我们常讲惭愧，你看民国初年我们敬宗的大德印光老法师，他有一个别号叫常惭愧僧，常惭愧僧。在百法名门里面，十一个善法里面呢，有惭愧，惭愧是善法。什么叫做惭呢？惭的意思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会很难过，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良心的责备，所以他不会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他心不安，良心责备，这人有良心的、禅是这个意思。愧呢，愧是外面舆论的批评，你做了坏事了，很多人批评你，这个听到很难过，也不敢做坏事情，这个就是有惭有愧呀。那要是没有惭愧呀，这问题严重了。第一个做错事情，他不觉得他心不安，干坏事他心也安，外面批评他不在乎，这个就没有法子了，所以这个无惭无愧呀。是大烦恼啊！这是严重的烦恼。这两个字，世出世间的圣人都非常重视。在中国古代，管仲曾经说过，他说礼义廉耻，过之四维。礼义廉耻这四个字，过之四维，四维不张，过乃灭亡。这个国家的国民不知道礼，不知道义，不知道廉，廉是廉洁，这个现在贪污就是不知道廉了，要不知道耻，不知道耻是就是无惭无愧，这个国家就很危险，就很容易灭亡了。因此儒家跟我们说，知耻近乎勇。如果我们能知耻，知道耻辱，知道错误，这个人就能够发奋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在修行德目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条。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这个社会毛病太多了，要治这个病从哪个你毛病治起呢？那毛病太多了。确确实实，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支持，都有惭愧心，
我们就有救了。自己有救了，社会也有救了，国家也有救了。可见的这个惭愧支持非常非常重要。在四维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能够支持自然会守礼，自然能够尽义务，自然能够廉洁，那个耻的确是个中心的问题。所以我今年在美国休斯顿有几位长老在家的老居士，我们在一块谈论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有意思呢，想成立一个支持学社，我们来提倡提倡支持，我非常赞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真正能够挽救世道人心希望将来在新加坡我们也能够推动真正有心人的时候我们来推动这第三个嫉妒嫉妒心呢，这个也是八禅之一也是严重的烦恼第四个呢是吝啬这跟贪呢是一样的贪是贪求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给人舍不得帮助人吝财吝法这是吝啬第五个是恶作我们世间人常讲恶作剧并不是有意的但是这些造作呢不是善法不是善的这个事情在现代社会里面太多太多了把这个恶作当作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个不得了不晓得自己言语造作对社会产生多大负面的影响不善的影响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报纸杂志这个电视广播我们这个青少年一天到晚接触这些东西耳濡目染渐渐就成了习惯了这些不正当的影响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很不容易把它改正过来所以是少成若天性从小就给他养成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隐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有警觉的人不多我在过去曾经听到方东美先生有一次给一些朋友们在谈话有人向方老师请教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力很强不像现在
现在美国国力是衰退了啊，这个大概在30年前，方先生讲的话。有人问方老师，美国会不会亡国？方先生相信，罗马也亡国了。西方在历史上，罗马帝国延续的时间最长，最后还是亡国。这就说明了，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没有不改朝换代的。那么他们就继续问，他说既然会亡国，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亡啊？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方先生的答复啊，没有人能想到。他答复得很快，可见的他非常清楚，一点忧虑都没有。电视上，美国将来亡国是亡国在电视上啊！哎，我们想想，真有道理。你看那个电视，24小时，啊，小孩的时候一天到晚坐在这个电视这个面前看那些肮脏的、污染的东西，你说这怎么得了？那个时候台湾政府提倡啊文化复兴运动，教育部的官员向这个方老师请教啊，我们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应该怎样才能够做得有效果。方先生大概停了有5分钟，态度非常的凝重，然后说了，有方法是有，有什么方法呢？全国的报纸杂志一律停刊，电视广播一律取消。摇头，这做不到啊，那没法子，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你只要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你想复兴文化不可能。人家那是真有学问的，真正看出病根的所在啊。我们今天念佛人，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呢？一天念几个钟念佛，看个半小时一小时电视就完了。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能看电视啊，不能听广播啊，最好连报纸都不要看啊。你们打开报纸，我是不看报纸的啊。在这边呢，有些同学每天买的是这个报纸，我偶尔翻一翻，里面乱七八糟啊，那报纸一大堆，那么多真正能看的连半页都没有。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问题，这都是属于恶作啊。所以这个霸禅里面，你看的这个条目，你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恶作，这都是恶作啊。我们要保护自己，就要远离；你要保护你的家庭，要让小孩远离，要让小孩懂得，他不懂得。别的小朋友为什么可以看，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他会提出理由来问你啊，你要能够说得出来，保护他的清净心啊，这个很重要啊。清净心能生智慧，真智慧啊，被这些染污了，纵然聪明，邪知邪见。
第六个是睡眠，睡眠当然很重要啊，你睡得很好，你精神很饱满呐、啊，但是不能贪睡呀、啊，睡得太多了就昏沉了啊，睡得太多了不好啊，所以这个也是个烦恼啊。这个贪睡的人睡得很多，这个是烦恼啊。那么再就是调局，调局就是心里不安，心定不下来，心里都很乱，也属于调局。昏沉呢，精神提不起来啊，特别是在念佛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打呼气当中常常看见啊，这个念佛的时候一直间坐下来他就睡着了，就打瞌睡了，不是啊，还有功夫好的绕佛的时候他都打瞌睡，他也能绕啊，一面睡一面绕佛啊，这昏沉啊，昏沉的现象啊，这个诸位想那不是功夫啊，这是啊，那是昏沉的现象。我们要明白这个八样呢叫禅啊，这个八样禅。这个富呢是在讲就是三毒烦恼贪嗔痴啊，我们有这些东西你怎么会自在啊，解住缠缚啊，把这个缠缚解开啊，解开那就好了。元朝声闻辟支佛地，这些人像世尊这些弟子们啊，长随众1250人表现的身份是什么，也就是小乘的罗汉这些身份，实际上呢他们是菩萨，是大菩萨们示现的，不但是菩萨，里面还有佛，舍利佛、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呀、那不是菩萨呢，古佛再来的，示现做释迦牟尼佛弟子，就跟唱戏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唱配角啊，后台也许唱配角的是主角的老师都不一定了啊，所以这前台是个样子，后台的样子我们不了解啊，所以弟子当中有很多是古佛再来啊，所以他们元朝声闻辟支佛地，这句话就是把他们幕后那个身份呢透露一点给我们啊，让我们要知道真正恭敬不可以轻视啊，这个古佛与大菩萨再来的啊，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者，空无相无愿大小乘都有，这叫三解脱门啊，三解脱门，这什么意思呢？这三个方法了可以正道，可以正果啊，这三个门。实在讲这个门是通达了无碍的，用这个门来做比喻，所证的诸法实相，也就是讲的真如本性，证得了我们
俗话就讲啊，成佛了。这成佛呢，就是证得真如本性，就是证得诸法实相，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可见得这三个方法了很重要啊，但是这个方法三个方法都不容易啊，通途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走这三个门呢、啊、入进去。那么我们将来成佛正果要不要走这三个门呢？还是要走这三个门啊。不过我们呢有个取巧的方法，我们先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带我们走啊，还就容易了，自己走我就太难了啊，这个便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要晓得的。那么如果有空门如啊，要不见空相，我们中国这个禅宗法性宗是走这个门路的啊，但是要不见空相，如果见了空相他着了空了，他入不进去啊，这个很难很难啊。禅宗六祖坛经，诸位要细细去念一念，与坛经有密切关系的《金刚经》《般若心经》，都是从空门入啊。我们是天天念没问题，入不进去，怎么念都入不进去。那入不进去，从第二个门无相，同样道理。如果要是着了无相，还是入不进去啊。那这个门没办法呢，走第三个无蕴。愿也是造作啊，从这个门。那么换一句话是，无有一切造作。这个地方诸位要记住，它的原则跟前面一样。假如我们要是有执着呢，那这个门还是入不进去。听说无愿无作了，好了，我什么愿也没有，什么做造作都不做了，一定要能入进去吗？这不能啊，这错解了如来的意思。这个造作是起心动念啊，不是叫你生不造作啊。生不造作，问问你要不要吃饭，吃饭是造作，你睡觉也造作，你走路也是造作，你坐在椅子上还是造作，哪能不造作呢？心里头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叫不造作。可见的也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呀。所以想来想去，八万四千法门好是很好，对我来讲啊，不得其门而入。是八万四千法门，哪个门我也入不进去。幸好有个念佛法门，这个门行，这个门想想自己还可以从这个门呢入进去啊。这叫老实念佛啊。本经里面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本这部经啊。
涵盖了一切的法门，真的是一修一切修啊。这是讲菩萨们修正这些现象，知道性空相假，因此在一切法当中都能够远离妄想分别之处。善利方便显示三乘呢，是帮助众生。菩萨有宏愿，要度一切众生，像四弘誓愿里面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帮助一切大众。为什么呢？与一切大众与自己同体，同一个法性。大乘经上常讲的，十方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一切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自己并不在外，共同一法身。所以佛菩萨那个慈悲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个是凡夫迷，就是迷这个事情。诸佛菩萨觉悟，也就是觉悟这种事情。觉悟什么？一切法是同体，因此他这个慈悲没有任何条件。这个心里真的解脱了，心开意解。那个境界是快乐无比呀。三乘是方便设的，哪有什么三乘？佛在《法华经》上就讲真话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这是善离方便嘛？方便说的吧？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方便说。或者我们讲大乘、小乘，因为这个都是方便说的，那人乘、天乘呢，那更是方便了。现在人讲五乘佛法，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近代呀、我曾听人家讲不太很熟悉，说有人提倡人间佛法。人乘佛法，它的内容我不太懂啊。如果是叫我们在这个人间享福，来生呢不是人生，要以这个为目标呢，这不是究竟法。为什么呢？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一生修善积德，来生的人生享富贵，往往富贵迷人呐、这一迷了又造作罪业，那个福享完了，罪报现前了，就要堕三途受苦啊。这个绝对不是究竟法，真正是究竟法，真正是真实法，唯有念佛修成净土。那么也许问，那念佛人你现前有没有福报？现在能不能快乐幸福呢？我给诸位说，最高的层次我们能达到，这些最低的怎么会没有呢？
啊，像我们这个盖房子一样，这个房子是五层楼，我有第五层，我怎么会没有底下一层呢？一定的道理吧。你盖房子只盖底下一层，那你就没有第二层，当然三四层就没有了。这你就能够啊，你真正明白，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是最快乐的人。修学任何法门、任何宗派，也不能够相比。啊，因为什么？他所得到一切都是真实的。啊，我们这个经。就是证明啊！啊，我也跟诸位同学讲过多少次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啊，有保证呢 啊！什么保证呢？这个经是保证书啊，那我们都拿到手上了啊！你看我们的法名都叫妙音呢，这书上有我们名字在啊，这保证书啊，这哪能错得了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八相成道的第七转法轮，转法轮讲这么多意思啊，可见的他这个法轮是圆满法轮啊，里面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有，都包括在其中。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啊，这是八相成道最后一个涅槃。涅槃，佛、菩萨、阎罗罗汉都不生不灭了，佛怎么会灭度？哪有这个道理呢？经文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于此中下了二心灭度，那么于上等的呢？上等就没有了。上根的人知道佛与菩萨阎罗罗汉都没有灭度，不生不灭。中下是凡夫，凡夫眼睛里面，哎呀，看到佛出世了，佛灭度了，圆寂了，凡夫眼里看的啊，上上根人他们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啊。诸佛菩萨没有生灭，没有来去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那是真的。上根人能见到，所以这个示现灭度是对中下人说的。经文多清楚啊，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八相成道到这里来，这个一大段呢，这讲完了。这是随类现身呢，举一个例子。有点使我们了解西方世界殊胜无比啊，我们生到那边都像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经上所说的就是讲我们或是现在或是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或在他方世界教化众生供养祝福这一些真实的状况，字字句句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才知道这部经的好处。再看下面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啊，这个的话讲真的了。前面这个灭度啊是实现的，不是真的，实现的。
真的呢，真的是不生不灭，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我们先说这两句，这是说明菩萨们的德用无量无边。这个是自受用，自利的，自利不生不灭，生灭是苦啊，不生不灭这就自在。三摩地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正受，受是享受，正常的享受。我们今天的享受不正常啊！佛在经上说，我们凡夫的享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五种受啊，我们无论有多少享受，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啊这五种。心有忧，绝大多数的人啊，心里头都有忧患啊，有喜啊，心有忧喜啊，顺着心意的时候呢，喜欢；忧的时候多啊，喜的时候少啊。生的时候呢，享受呢，有苦有乐。同样的，苦的时候多啊，乐的时候少啊。在不苦不乐、不忧不喜，这叫舍受，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不长久，不能保持。所以佛把我们的享受、身心的享受归纳起来，这五种，苦乐有些是。这个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享受呢，这五种受没有了，通通没有了，那叫正受，那就是经上讲的三昧、三摩地，三昧的都是这个意思，正常的享受。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陀罗尼也是梵语，门是比喻，就陀罗尼。陀罗尼翻作总持，我们现在人讲的纲领，一切法的纲领呢，你掌握到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了。为什么会通达呢？那个总纲领啊，你抓到了。这话就是这个意思。他有这样的能力，第一个，他得到不生不灭，他得到正受，苦乐忧喜舍没有了。又能得到一切法的总纲领抓到了，所以他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这个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全得到了。
华严所说的一真法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在华严的术语啊，叫一真法界。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理论事实真相完全明了通达，就叫华严三昧。华严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一切佛法的总纲领。一切佛法的总题目，我们现在中国汇集的佛的经典，我们称它做大藏经，这是佛所有一切经都归在里头了。其实在佛经里面呢，它本来就有个名字，就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华严是所有一切经的总名字啊。华严是比喻啊，好像一个大的花园啊，大花园。这个花园里头所有一切花木品种啊，通通齐全，一样都不漏啊，这个花园才美好啊。这个严就是美的意思啊，庄严就是美丽的意思。杂花庄严，它这个经体原来是杂花庄严，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万花庄严，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是总名称。那么华严是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他的理论依据，这我们可以相信。无尽的缘起，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许许多多的条件，整个宇宙形成、发生、演变，确实是许许多多的条件，不是偶然的，非常非常复杂。谁能够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呢？佛与大菩萨，他们怎么会清楚，怎么会明白的呢？这个在我们想的时候根本就想不通啊，我们想的这根本不可能啊。我们想的不可能是有道理，为什么呢？我们用分别心，用执着心，用思维想象，这个不可能啊！这个能力是有限的，一有限的能力通达无限的境界，这是做不到的。那佛用什么方法通通明白了，通通了解了？佛用禅定，这个方法高明，禅定清净心，心里头一念不生呢，这个心广大没有边际，心一起心动念呢就有界限，就自己把自己障碍住。心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心是清净，清净心没有障碍，净虚空变法界，
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啊，无法不了啊，无法不明啊，一切通达。不要去思维想象啊，不要去学习啊，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佛用这个方法通达了，佛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也用这个方法，真的通达了，证明佛所讲的没错啊。佛的弟子，许许多多的人入了这个境界，证明了这个事实。佛的教学不是假设的，不是一个理想的，完全是事实。所以我们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认真的去做。我们也能够以一切行庄严佛果，这就叫佛化缘。佛家说实在讲，讲的最圆满、最透彻、最究竟的这一部经典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本经古人称之为中本华严，理论、方法、境界与大经完全相同，在文字上浓缩了。当然就是我们说个大纲不能细说，细说就变成大方广佛华严经。可是我也曾经给一些同学们说，如果同学们发心要想将来弘扬净土，要学着讲经说法，学讲无量寿经，学讲阿弥陀经，那我就要劝他一定要认真地去学华严经。为什么呢？华严经真正通达了，讲这个经呢就痛快淋漓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你彻底明了啊，你长讲短讲、深讲浅讲，无不自在呀。这是以华严为基础啊，它是华严经的纲要啊。那么我们一心专修，这个一心专修或者专精呢，这就叫三昧啊，这个就是华严三昧。那么华严三昧实在是庄严法身，庄严宇宙的本体。法身就是真心，就是真如本性啊。佛常说，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一切法无不回归此法界。佛在大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把《华严经》看一遍，不是容易事情。如果一生当中能听过一遍《华严经》的，那真是稀有啊！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法师大德无论讲什么经，没有记载，但是讲《华严经》，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可见的大家对这个非常的重视，这是讲的是随时误入华严三昧，要具足前面这个条件，你才能够随时误入庄严法身。庄严万法了，具足宗持得前三昧，三昧哪有那么多？细说起来，三昧是真多。三昧就是正常性啊，万一切法无量无边，于是三昧就无量无边。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人呢不贪财，钱财摆在他面前他不动心，他念头都没有，这个人入了钱财三昧。但是有个荣誉给他，他动心了，那不行了，那荣誉上他没有得三昧，钱财上得三昧。诸位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得前三昧就是一切万法当中啊，他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他都得三昧。这个才叫圆满的三昧。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等觉菩萨还不行，等觉菩萨了，当然呢。他在一切境界也不起心不动念了，但是你也跟他讲成佛，他可能还会动个念头，因为他还想成佛，他在这上面还没得三昧，所以这个百千三昧、无量三昧啊，意思就是此地，就是这个意思啊。诸深禅定。深禅定是性定，自性本定，就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首楞严大定”，那是深定，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也叫做理定，它不是事，理上的定，这是真正的禅定。亵渎无量诸佛，这个无量诸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未来诸佛，我们人人都是啊，我们看到凡夫啊、俗子，这些人看到我们都是诸佛，我们自己还不承认。这就是说明佛眼睛里头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凡夫眼里头看一切诸佛都是凡夫。所以你要是真正想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境界，不要问别人，你修行，你觉得你有没有证得菩萨果位？
你看看这一切众生是不是菩萨？如果全都是菩萨，哎，你自己明白你已经是菩萨了。如果哪一天睁着眼睛一看，尽虚空变化界都是诸佛，那恭喜你，你成佛了。啊，如果你修行啊，修了不少年了，看看众生还是凡夫，那你呀，一定是凡夫。不必问人了。你知道你自己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如果眼睛一看，全世界的人个个都是好人，你是好人。如果你看到的都是坏人，自己是坏人。这是真理呀。你看六祖大师讲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还看到世间这些过失啊，那不是修道人，一点功夫也没有啊，凡夫一个。为什么说看一切世间人都是善人呢？所谓有一切万法都是自心变现，我们的心好了，变现的境界全是好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离境诸佛了。但是一切众生里面的确有顺法性的，有违背法性的。顺法性的我们称之为善，不顺法性的我们称之为恶。善我们赞叹，我不赞叹，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一点之外，没有丝毫差别。善人是佛，恶人也是佛。善那个行善，我们赞叹，造恶不赞叹。但是恭敬心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学佛最贵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慈悲心。你能这样去修，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全都是佛法，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待人接物也都是佛法，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如果用个虚伪的心、贪嗔的心、嫉妒的心，那就错了。天天念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那为什么心迷呀？佛是觉的意思啊，就是心觉啊，口里头觉不了啊。要心觉，心一定要真诚。决定不吃亏呀！我常讲啊，同修们也有反应的，法师，我不是不明了啊，但是吃亏上当啊！我不骗人，人骗我啊！怕吃亏上当，于是也要去骗人。你说这糟糕不糟糕呢？这就被魔拉回去了，又拉到六道轮回去了。所以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人骗我，我不骗人，他搞轮回，我到极乐世界，两条路嘛，这不是一条路嘛，要清楚，要明白啊，要自己度自己啊，真的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帮助自己。那么要是克时而论呢，这一句也可以解释为念佛见佛。念佛三昧，所以称之为宝王三昧，就是这个意思。
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啊，这个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于一念前呢，便有一切佛土。可见他自在。一念前是时间之短，啊，不要长时间了，一念一刹那就能够游遍一切诸佛刹土。可见他这个神通道力的广大，怎么能遍一切刹土呢？当然他是分身去的，化身去的。要不能分身化身，怎么能够一念之间变到，就通通都到了呢？这些事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现在遇不到这样的人。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呢读到过，我初学佛的时候很喜欢念这些书，现在的好多年不念了。印象是有一点呢，那些人的名字都忘掉了，记不得了。我在《高僧传》里曾经看到有一段，有一位法师，印度的一位法师，在中国弘法。这一天呢，他要回到印度去。那么在头一天，就有很多的信徒要给法师践行，请法师吃饭。法师很慈悲，都答应。许多人情他通通都答应。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时候，到第二天他回国，这些人呢都给他送行，送到这个城外的十里长亭送行。每个人都欢喜，法师慈悲呀！昨天到我家应供了，那个人听到法师昨天到我家了，真的是他法师明明在我家了，大家一动呢，500家请他，他化身500家他都去了，这个才晓得法师有神通啊，他有这个能力，你看一时变到哪个地方请他，他都去。像我就没有能力，你们请我，我只能到一个人家，不能到两家。他有本事，这500人家请他，他通通都到。同一个时间他都到。这是我们《高僧传》《神僧传》里头都有记载的。诸位可以去翻翻看，但哪一个人我记不得。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在中国真有啊。所以佛经上讲这个一念情便有一切刹土，西方世界的菩萨应当有这个能力，但是何况得佛力加持。得佛辩才助普贤行，这个是利生的，利益一切众生。便有一切诸佛刹土啊，两桩事情。第一个是供佛闻法，向佛请教啊，听佛说法。第二个呢，帮助佛教化众生，这个地区与自己有缘的一些众生。一定要帮助佛了去度化他们，所以这是做这两桩事情啊，得佛辩才。他没成佛，他是菩萨，
尤其像我们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凡夫，但是我们也得福变财，这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也住普贤行，这个住普贤行呢，这个句子在本经很多，我们要特别留意，从这些地方证实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这普贤菩萨51个阶级，摄住摄行，这个摄性位啊，从摄性位起啊，摄性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菩萨位置51个阶级，升到那边就是普贤菩萨，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如果我们要去学习，那就不善；不学会了，那叫善了。世界无量无边，众生无量无边，语言无量无边，不要学全会了，这叫善了。这个事情我们乍听起来很奇怪，其实在理上呢讲得通，清净心无分别心能通达一切万法。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为什么失掉呢？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有知啊，有所不知，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菩萨们修的修无知啊，心经讲的无知有德，无知无所不知，无德无所不得，他什么都得到了啊。我们因为有德一样也得不到，有知一样也不知，你看这个麻烦就出在这个地方啊。佛在经上真的是一语给我们点破，我们要明了啊，要懂得佛讲的这个意思啊，要认真的去做啊，去修，把我们错误的地方修正过来。比如说我们有知这是错误的啊，我们要把它修正成无知；我们有德，这个得失的观念这是错误的，我们把它修正过来无德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智德就跟诸佛菩萨一样，就会无所不知无所不得啊，样样都没有缺乏了，这个才叫真快乐，叫大自在啊。善能分别众生的语言，开化显示真舍之机，这一句很要紧啊。本经里面讲3个真实，这第一个开是开示啊，佛为我们开示；化就是悟如，化是变化，佛一开示我们就觉悟了，我们就如了啊，入什么呢？真舍之机。真舍之机就是禅宗里面讲的真如本性，禅家讲明心见性，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所以你能够悟入真舍之机呀，你就成佛了，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啊。那当然不要说世间诸所有法，除世间诸所有法也不能相比啊。直接成佛的法门啊，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要不学佛，这也是白过了，不但是白过了，这也是还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将来还有无穷的苦报自己要承担。你说这个多麻烦多可怜啊，一定呢要学佛菩萨。佛菩萨是什么心呢？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常没有间断，地是真实啊，都是帮助世间人觉悟啊。所以我们学佛，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是菩萨。你在家里面，家庭就是道场，你要有真心帮助你一家人，帮助你的亲戚朋友们觉悟啊，觉而不迷啊。最真实的帮助，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要有这个心，你自己有一个公司行号，那就是你的道场。所有的员工，你要发心就度他，不但你要照顾他的生活，要教导他了，你还要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那你这个做老板的菩萨老板啊。那你看华严经上，无论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是菩萨了。不是说我学佛一定要出家，一定要住在寺庙里，这你就搞错了。我今天早晨，台湾有一个同修打了个电话给我，陈娟娟居士，我们从前流通的有一个认识佛陀教育的有一个小小册子，那就是陈居士他从录音带上写出来的，那是最早的一份。现在你们拿到这一份呢，是91年在迈阿密讲的这份详细，这是讲了7天写成这么一本书。那个小册子是讲一次1.5小时，在旧金山马祖庙讲的。他早晨打个电话告诉我，他的父亲往生了，他父亲不信佛，他信佛，他父亲不信佛。1年多前呢，他父亲得了病，得了癌症。他很孝顺，劝导他父亲，这父亲在接受。那么到最近半年呢，他从美国回到台湾，天天照顾他父亲，守在他父亲旁边，帮助他父亲念佛，大概1天念10000声。前天这个往生的瑞相非常好，助念有30多个人帮他助念，助念了24个小时。助念同修当中有不少看到佛来接引，见到佛像，
那么他在病中，他那个相貌很不好，往生的时候相貌很圆满，一家人都得度。他说他的哥哥嫂嫂都不信佛，看他这个样子都念佛了。还有一个亲戚是学禅宗的，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学禅了，也要回头念佛了，度了一家人呐。大家看到这个样子，信心增长了，这个不是假的。那个瑞相啊，非常非常难得。往生的时候就跟一个好人、健康的人睡着了一样。这是能叫大家升起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心，这个心念念无间啊，自己求生净土，帮助一切人求生净土，我们自己深信不疑，要帮助一切众生建立信心，这个人将来得利益，将来能往生，他感激你啊，是你介绍的，是你接引的。大慈菩萨讲得好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真正劝两个人往生，那往生就做佛了，劝两个人是因你劝勉他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大慈菩萨讲比你自己念佛的功德还大，你帮助两个成佛了。如果你能帮助十几个人真的往生了，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了。你要能够帮助几千几百个人往生，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了，大慈菩萨讲的。所以我们心常地住度世之道，这一句非常重要，一定要学习啊，要努力呀，去做。现在真的语言很殊胜，很方便，你看我们的经书啊，是在讲在今天的社会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四个小册子就够了啊！第一个认识佛教，真正了解佛教；第二个三规传授啊，三规是我们入佛门的基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个就无量寿经啊，把这个经本介绍给他，劝他常常读诵，他渐渐明白了修行的方法。我们净宗朝暮扩诵本，我们早晚用那个来做功课，依教奉行，决定得度，一点都不麻烦呐。与现在人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呀，是很好的修学方法，很得受用的教材啊，因为分量不多，真实的利益，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受累作不请之有，一切万物。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常讲花花世界，禅宗里面有一句话说，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呢？只要自己能做得了主宰，
不比离开社会，不比离开大众，就在这个社会里面成就自己的道业，坚定自己的信愿持名，这就成就了。为诸树类，树类是指一切众生，我们要主动地去帮助他，做不请之忧，不要等他来找我帮助我们才帮助他，他不请我也帮助他，这是菩萨发心。等到人家来请你，那就不是菩萨发心啊，所以说要做不请之忧，主动去帮助人。那么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四个小册子，给现代的人来讲非常非常有用，真真实实的利益。我们这边的书都是借缘的，不怕你们拿了，你们拿的越多越好啊，没有了再印啊。啊，你们的亲戚朋友口袋里有通信地址的都给他寄回去啊，都劝导他们，你就是菩萨了，你的心啊就地真正住在都市之道啊，你真正是为诸树类做不情之友啊。只要有通信处的通通都寄，书寄完了我们就再印。现在的印刷术很发达，很便宜，你做的是真实功德。这个书得印一本，你们现在手上拿到的一本书每斤一块钱呢，你们新加坡币一块多一点了，不到两块啊。你想想看的时候，你要真正发现的时候，你度多少人啊，你帮助多少人啊，快乐，这心里真是快乐啊。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受是接受，持是保持，永远不失掉，念兹在兹啊。如来甚深的法藏是什么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这是如来甚深法藏啊。护佛种性呢，常时不绝。佛种性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必定作佛。他现在迷呀不觉，只要我们帮助他觉悟就行了，劝他发心，劝他念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劝导他遵修三福六合六度，我们自己这样做法，我们时时刻刻劝导别人做法，这就是真正护佛种性常时不绝，这个功德地大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修啊！你为什么不干啊？为什么让大好光阴呢天天空过了？这个太可惜了。现在人常讲啊，工作繁忙分秒必增呢，我们今天也是分秒必增啊，增什么呢？增做功德了，
真实功德了啊，不可以把这个好光阴呢空过了啊，很重要很重要啊。下面是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这个经是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做法。我做从哪做起，从哪下手呢？得教给你呀，怎么个做法？啊，当然这里讲的都是原则，这个原则好懂，啊，掌握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就不会呀把你的光阴空过了，啊，确确实实修集真实的功德。第一个，你要有大悲心，有慈悲心，这是个动力了，推动你的。今天你们在社会上从事种种的行业，为什么那么样辛苦去做？饭吃不好，觉睡不好，全部精神去投注，为了什么？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名利呀！你们想说，如果是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你还干不干？你不干了。利在推动你啊！这个名利推动你做的是业，轮回业。是迷不是觉啊！今天这个佛法叫你觉悟，觉悟什么力量推动呢？慈悲心、怜悯心，看到众生迷惑颠倒啊！啊，我们讲慈悲、怜悯、同情心的，这个力量啊在推动。心大悲，心是兴起、发起，要发慈悲心。要怜悯一切有情众生，这就是大慈大悲。怎么做法呢？言慈辩就开始，要慈悲。言是我们自己做出，做给他看，辩是什么？是讲给他听，他有疑问要跟他辨别清楚，让他觉悟啊。受法言，受是传授给他，法言就是觉悟的心啊，觉心啊。这个言不是肉言，心言啊，心里觉悟了，心里不糊涂了，不迷惑了，这叫法言啊，就是觉悟的心啊，要帮助他悟入，度恶趣。恶趣是六道轮回的业因，都是防止，教给他，帮助他防止不要造六道轮回的业，造六道轮回的业没有办法不受报。我们今天不造轮回业，就不会呀再堕落轮回。开善门，善门是什么呢？往生净土的法门，这真善啊！其他的善不行啊，其他的善是三善道受生啊，那个不是真善啊，还要搞轮回啊！真正的善，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一定要把这个法门传授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你能这样做，那才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这一篇经文呢，
的意思实在讲说不尽啊，讲了好多天了啊，有很多同学问，这经30天能讲得完吗？要紧的、重要的要细讲。到后面呢，还大概有1/4的经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风光啊，那个之美呀、啊，那个我们念念就好了，不要细讲，大概。